刘浩龙日前在社交网站发表因抵受不住对面食客的一对污糟手而离座的 post， 被大批网友炮轰。容祖儿和李克勤今日为新歌拍摄 MV， 谈及刘浩龙的是非，遭而为男友护航。我觉得作为他的身边的一个人，我其实都很自责啦，为了这件事，因为始终因为他的词不达意造成了一些误会啦，最重要自己知道自己今次犯了什么的错误咯。希望公众尽快，因为都原谅他啦，咁样咯。容祖儿依家要做的应该是叫你男朋友仔不要讲多错多了。